先就是感觉一下飞机，就能体验到当地台湾同胞的热情和好客和友好。然后我们当时下午也去了中山女子高中，然后有非常可爱的小妹妹们就是追着我们跑，然后也感觉像是回到老家探亲，然后家里的妹妹们非常亲切，就非常的幸福，感觉非常的亲切。然后大家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我们也加了微信的好友，然后他们也非常非常的热情，说如果我不方便点外卖的话，他们会帮我们来点外卖。我特别想去的是日月潭，因为当时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学到了一篇课文，就是讲的日月潭。然后当时它的描述是北边像太阳，就是圆圆的太阳，所以它叫日潭，然后南边是像弯弯的月亮，所以叫月潭，然后合起来呢就是叫日月潭。然后中间有一个小岛将这个日月潭分成了两边，所以我就一直都梦寐以求想来这边看一看。因为我当时学完这个课文的时候其实做了一场梦，然后梦到了日月潭，所以我就一直想验证一下我梦境中的日月潭是不是真实世界中这个日月潭。清华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美女，然后也有非常多的帅哥，也欢迎各位台湾的同学以及同胞们来到清华大学和来到大陆来实地考察一下，我非常欢迎。我也可以请大家吃一些清华的好吃的，清华有22个食堂，但是我其实都没有吃完，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去品尝。今天有就是跟同学们有一对一的那种交流，就是他们给我们先写了一张卡片贺卡，然后呢我们再一对一去找写这张明信片的那位同学，然后去跟他做交流，然后也跟他聊了很多关于北京关于清华的一些故事，也非常期待他们能够到清华来，因为北京清华的秋天也是非常的漂亮。